Hello，朋友哥，我是风破。我们今天玩的就是《Lie It》。对，这个是我没记错，好像是 RPG 游戏吧？对，它，我忘记它是当时是什么情况下的时候，还是什么时候的时候去买下它这个游戏的？好像是在游戏包的时候，没什么印象了。总之呢，它目前这样，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三代，然后应该多少有知道这个它。不过至少我是不知道啦，反正就来玩玩看。它有《Lie It》。如果稍微看了一下，大致上的感意思，好像是这个 lie 跟 it 就是吞食谎言之类的，噬谎者。他喵，哼！啊，我要重新去设定。好了，经过一番折腾之后，终于把这个东西敲好了。真是，谁知道啊？以谎言为食的什么东西跟？的什么与猪舍的吸血鬼啊？这边字其实写的非常的像素，它是以像素的方式写出来的。其实我没有办法看得非常明白。这个是 new game，然后 data，我是觉得太大声了，我是调校了。好了，然后基本上我就可以直接这样讲了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它不是滑鼠，enter，直接 new game。很久没有玩 RPG 游戏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很久就开始没有玩。很久以前，在某个小街道，曾经居住着吸血鬼的一族。他们以十分温和的性情和人类们和睦的在街上一起生活着。哎呦！然而，在某天深夜里，温柔的吸血鬼袭击了街上的人类。当回神注意到的时候，已经不甚谢那名人类的。诶，他们有写鲜血之类的吗？之后攻击人类的是被其他人类知情，吸血鬼就被处刑了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啊哈！太快了吧！吸血鬼是存在的吗？吸血鬼是坏家伙吗？吸血鬼曾经存在着，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。至于是不是坏家伙，爸爸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原来只是讲故事。这名吸血鬼肯定也不是以自己的意志攻击人类的，我认为一定不是的。时间已经这么晚了呢，差不多该睡觉了吧？为什么一定非得和大家一起睡不可呢？啊？当大家睡着后，大野狼就会过来，所以得把房间的门锁好，早点上床睡觉。看吧，如果这么晚还不睡，就会睡不着喽。嗯，晚安。还要继续走，点点点。爸爸，你有在听吧？你有在听的，对吧？变得很像是那种，这就是 RPG 是那个对话，吵死了小不点，我们快到了，所以安静的跟上。我才不是小不点，我是 Effie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啊，就是大致上以我知道的发音去念。待会儿别那样叫我，令人不爽，好过分。因为你每次都用不同的名字啊，嘿，背我，哈，十万拿来那的话就背你，哼，笨蛋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哎呦，有的动哎，哦，好棒哦！好了，我们到了，听着，在这里，我是 Leo，就那样叫我。回答呢？是。我很喜欢它的那个月亮形状的那个环，啊，好熟悉哦，让我想起了那个 Pokemon V Vermilion，上面写着 Vermilion Town，嘿，又上了一课呢，反正你马上就会忘记了吧？吐槽，直接吐槽，毫不手软。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这里好像有情报屋，把上一个小镇得到的情报卖给他。这小镇好像也有很多情报，那就从这一点着手调查吧。然后再卖情报吗？是啊，待会你的嘴巴闭紧一点。哎，是，很好。首先是住宿的地方，找我这里的居民吧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音乐不错。你好，哦，每个人都有话哦。虽然说外面的框是一样的，不过它这样子还蛮。
贴心的，听到，请问你怎么会在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跟你没关系吧？为什么你也在这里啊？我在让羽毛休息，累死了。等一下再去调情报哈，因为他也是卖情报的吗？对，如果这个关于这个小镇的传说，如果你知道什么，可要告诉我，你得要出钱呢、啊。知道了啦，你卖东里面的东西塞乱七八糟啊，都一样的啊，一直按到，哦，可以看的、欸，按。ESC 可以看到这些东西，道具，骗子像呼吸一样的说谎，小刀，红色长版大衣，很温暖。等一下哦，钻石的发夹图哦，睡觉哦，不对。其实看不出来他有没有穿上去吧，我再把这个东西穿上去看一下。对，你应该是看不出来。哦，可以直接存档，爽。好，而且好像存得很快，好棒哦。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，煤油灯，好吧。啊，都是一些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得到了锯齿刀与小小的马卡龙，嘿，看一下，超喜欢这样看的。暴风城锯齿砖，那不就是很像锯树木用的吗？小小的马卡龙好吃，而且为什么我的 HP 跟 SP 有下降啊？是因为我把红色外衣给脱掉的关系吗？太夸张了吧！什么都没有，连煤油灯都不写了。嘟嘟嘟嘟，什么都没有。哈，总觉得好像黄金镇、黄金市什么的。嘿，果然里面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属于很探索类型的啦，一定是这样玩。所以你们一定会看到非常多熟悉的片段。反正怎么讲，基本上这个游戏的调，那个 RPG 游戏的调基本上会是偏这一类比较多哦。有人哦，哎呀，我是哈利，之前是黑发穿绿色外套那个哈。啊，花了一点时间才注意到你又改变了整个外表了呢，但只有左脸的疤没变。嗯，小孩。等一下再跟你解释这孩子，你知道这里的居民在哪里吗？啊，留宿的地方啊。右上有一个稍微大间的房子，跟那边的人说就行了。只有那边人有人住，我想跟他们说应该很容易就可以借到。啊，小朋友哦，不想变成麻烦事的话，哦，得到了大骗子与龙之斗气，撒回，说谎是当龙的开始，哈。去大间的房子嘛，对不对？看了一下杯子蛋糕，呵呵，哇，好大间啊，各式各样的书籍。看一下那个东西是什么？大骗子，不知道。龙之斗气，哇，什么鬼？点点点，哎，猫咪，还有，哇，可爱的猫咪，看一下。哦，是这样的画法，糟糕，不能在这边开始研究。哼，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，先存档。右边那一栋大的。没有能力。
gosh， 为什么都是我被攻击啊 ？Leo 一直被攻击啊 ？What？ 快死啦！散会，什么都没有。哈，这可以装备的、哦。这是可以装备的、哦。不嘞，为什么要装备这种奇怪的东西啊？我都不知道原来这是可以属于装备物品啊，夸张！哎，不是歪了吗？什么都没有。先存档，我应该要让它存在第二个了哈。这边这样讲，其实没有其他对话。哎呀，你好，我是 Leo， 有一些想请教的事。啊啊，是的，您请说。这小镇是否有可以投诉的地方呢？留宿的地方吧，投诉的地方听起来像我要准备告人了。我们已经自行准备食物，若可以的话，让我们投诉便足够了。全是旅行者吗？投诉的地方不是没有。城镇的居民现在就只有我跟家妹，除了这间房子跟图书馆外，其他你都可以使用，也不需要付费。好的，非常谢谢你。不过已经有几间房子已经借了其他人，我想想，我知道刚外面放。外面放着白色木箱的那间房子才刚整理过，所以我想马上就能使用白色木箱的。好，只不过如果你们只待几天，请不要在深夜外出。恕冒昧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嗯，点点点，因为有狼出没，会很凶暴的攻击人类。嗯，好的，我知道，我们会小心的。嗯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基本上我都在家。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 Kev Rigufeya。好难念，他后面那个 Rigufeya， 请多指教。啊，他是先生吗？抱歉打扰你了，非常谢谢你的帮忙。糟糕，这个画风我没办法分辨男女啊！他是我大眼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现在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我猜是女的啦，我猜。Gosh， 完全分不出来。爸才不是旅行者，也不是 Leo 大骗子，我是 Leo。从现在开始，在这个地方，我就是 Leo。明白了吗，小不点？呀，别凶我，我知道 Leo。很好，投诉的地方决定好了，赶快去情报屋那里吧。情报屋在哪里啊？不能进去看吗？好大间，闪闪发亮的盘子，兔子玩偶，兔子玩偶。里面什么都没有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有糖果，拿走。哼，等一下，内含两颗。等一下，小小马卡龙一点用处都没有，不会吧？还是说？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拿，他的，我很难去断定他的一些东西，因为，先出去问一下那个人，怎么都是兔子玩偶？坏！这座小镇连晚上都是红色的哦。我记得父亲说过，这就是证明的由来。我的父亲已经不存在了，已经不在，不是不存在，吓死我！自己乱讲话，讲错话了。兔子玩偶，点点点，不能跟别人说话，好吧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钥匙。哇，这是什么刀叉？
放着调味料等等，原来是厨房啊，闪闪发亮，啊，好、哦、是装饰品，锁住了，煤油灯，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一段时间没有玩，就会觉得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，就是这一类的游戏，哎、欸，这个没办法对话，哦，哦，它上面会写名字哦，啊 ，kitchen， 那这边写什么？Rachel，Red， 好不多说了，那个梗就不要再说了，烦死了。厚重的书籍，大量的书籍，话稍微歪斜了，各式各样的书籍，放的小物品，书籍，哦，这个是好吧？嘟嘟嘟嘟嘟。放这个的吧，休息，应该状态就会恢复，没错。为什么 Leo 的等级才只有 LV 3呢、啊？好歹要 LV 33才对啊。好，我在乱讲话，不用担心。不用那个，不用在意我在讲什么。情报屋是你吧？为什么在这里 ？Gosh！ 狼，真话。哦，可。好。哇，上升了！为什么全部都是那个、啊？是因为字体有哪个地方不对吗？还是我只是负责打谎言而已吗？我不是很懂，接下来要叫我干嘛、欸？好嘞，有一块看板，说一下他叫什么名字不好吗？情报屋，啊，我要去哪里啊？这个吗？接他房间了吗？哦，这是情报屋哦。那么快点开始吧。嗯，也是呢，我期待很久了耶。哈，你期待什么东西很久？木户，那么青鸟真的存在吧？是啊，虽然我抓不到，不过这样就行了吧？你真的把那个羽毛给带来了，光是这个跟那个情报就十分足够，这是你的报酬。我听说你之前得到龙蛋是真的吗？啊，那件事啊，就是这家伙，哈，哈，这个小孩就是龙蛋孵出来的吗？哈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喂，咦，对，她是女的啊。哦，还好，就算这样，呀，那被打出去了。那么这孩子是什么样的种？雷，变形虫，吃谎言，它的主食是谎言，也会喷一点火，亲眼看比较快。点，那小不点。我是 Effie，F 讲，其实我跟这家伙是兄妹哦，骗人的吧？没错，我骗你的。哦，那接下来呢？物理攻击。完全没有，呵，获得了，也学会了小小的谎言。原来如此，这是百闻不如一见的哈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甚至亲眼看过这种龙呢。他这句话其实有语病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龙就可以了，还看过，我从来没有看过，甚至没有听说过这种龙，这种翻译才是对的。他的语句顺序错误了，所以我刚听起来觉得怪怪的。我现在这样讲完之后，我才觉得，这样我刚刚那样讲才是正确。他反了啊？是吗？连你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就是这些了。今天已经走累了。OK， 可以的话，我用高价跟你买这孩子。嗯，
这小鬼是非卖品，不过要是关于他的情报倒是能卖你，真贪心啊。话说为什么要选这种小镇作为交易的地方？而这里的交通非常不方便，而且我不认为情报有那个价值。所以啊，假如吸血鬼传说是真的的话，那是一笔可观的收获，对吧？吸血鬼什么的是童话吧？我倒觉得龙的存在才是童话故事呢。不对不对，其实人类才是童话故事啊，极端邪恶的童话故事。虽然我听说他们的血脉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断绝了，不过我的想法绝对是对的。根据什么？我的直觉。要是有什么需要我提供的情报，我会尽我所能给你哦。当然是要收费的。知道啦，再见。叭叭叭。以谎言为主食的龙吗？哼哼，是那样，是这样的吗？发出来是吗？哼哼，真有趣呢。你会把龙卖出去吗？龙很稀有，身体很强壮，卖掉的话会以相当高价的金额成交，主要是当奴隶，麻烦死了，想知道自己去调查吧，我还有调查的工作要做，你可以自由的去玩。对了，别出小镇了，也别进去奇怪的地方，还有这是点心，哇，太棒了，什么点心？我获得什么？红茶饼干，小饼干，好的。好，装备一下。看有没有其他东西。我的状态，先存档。目前好像真的是没什么，可能是我多心了吧。好了，那我觉得今天先这样子好了，然后下一次的话就直接从让。艾菲直接开始，他跟念 F 吧，艾菲娜，哦，艾菲娜，哦，他全名是艾菲娜，我以为他只念 F 而已，那就是只有那种小昵称什么的。好了，那今天这样子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，See you。